你在干嘛？我在打稿。这个时间？没错。我崩溃了！这部影片这本要上，我拍错，我以为我要拍露露的，结果我是要拍奎丁的。然后我现在等下赶去买刮刮乐，现在快9点了，刮刮乐几点关？我发疯了！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日更新 YouTube 的厉害。哎，大哥，现在一张必中是多少钱？哦，金牛奖必中的话，一张是500块。那2000元的还有吗？2000元的卖完了。一本500是多少张？50张，25000。25000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奎宇，今天我们入手了8张500元的刮刮乐，现在准备回工作室去给我们的小伙伴们机会或命运的选择。刚好昨天办完春酒，是要固定的薪水还是幸运的机会？等下进去看看他们谁要参与这个活动。你们在干嘛？工作。看我手上拿什么？三角。刮刮乐啊！你不是没钱的吗？哎，干，贷款就有了。那个贷款啊。再吵就扣薪水。等一下，我们都多少钱？在其中一张点一点，抽中那个要把昨天抽到那个春酒奖金还给我，你懂吗？啊？你懂吗？啊 ？Join us！ 1、2、7、8，4000块的味道。不，这个是500万的味道，500万的味道，没错。啊、这里有6000，阿姨们剪刀说不，阿姨能先抽。剪刀石头布，空的。两只什么东西啊？都红标。你在玩或者什么？来来，红包在哪？红包在哪？啊、我的春酒的钱。发出去的奖金，回收的感觉真好。来开刮。游戏只要刮出两个相同金额，就可以获得该奖金。哎呦，2000！哎呦哎呦，没有没有，烂游戏二，刮出一个金额就可以获得该奖金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，一定是零元，一定是零元。哎，零元，零元，来，可恶！联盟，你有听到2000块不见的声音吗？有，我的存酒的钱太扯了吧？太扯了！你现在有中吗？没有。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。我有买必中的刮刮乐，说不定你真的可以赚回春酒的钱。不行，我相信他会中。就算没中，你也可以当做做公益啊。看，他会中，他会中，他会中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钱要回来。你在第四，你在最后一个了吗？对，刮出3个相同的金额就可以获得该奖金。对，500元都蛮简单的。有没有听过氪金的声音？你要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先刮必中的、啊？先不要，先不要赌这个。你要把必中的全部放后面，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不然这样好了。七。嗯，不然这样，我花1000给你买回这一些，少亏1000，这个还不错。你这样少亏1000啊，啊，我就花1000给你买回这一些，这样。不行，刮，你要放弃，还是昨天给他买？对啊。昨天过年有中刮刮乐吗？哎、欸，我有中。你中多少？我买200中100。还是你花500就买一张就好了。我不要。这样可以让雷蒙回本一点，对啊，不然我看他这样很可怜、欸。哎，500块。500块，500块。欸还是很少，你赚回你奖金1/4，对，我的1/4，你赚1/4耶。那我花1000给你买，你这样只亏500。他在想，他在想，他在想，他在想。快点，我花1000给你买40张，你这样只亏500，现在来得及哦，现在来得及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挂这张，你再想一下，你再想一下。跟你讲，500是什么？500万的味道，对，500万的味道。那我刮500万直接跑掉怎么办？没有，刮500万，我就把这一段剪掉，然后把那张拿走。哦不，雷蒙，哦不，哦不，我要把它剪进去。会不会做效果啊？去当 YouTube 啊？没事，拍片啊。哎、欸，下个月薪水？哎、欸，不要。下个月薪水应该不用太多，对不对？这里怎么还有一个？没有，那个不是啊，不用刮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一耶。嗯，所以三个数字哦。干，你是北七三，有吗？没有三啊，他、啊、这里有没有数字？没有，他、啊、这里二有吗？嗯，好，这里也没有，我帮你看过了。来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不是必中的。好，没有，哎呀，没有，没有公益。哎呀，好啦，那我认真跟你讲，我花500给你买2张，然后2张你刮，然后给你选。这样的话，你刚中500嘛？对，我刚中500。那、啊、你现在再中500，你假如再中1000就好了，你这样就只亏500。啊，我花500给你买，你这样等于是不亏。好，再2张，可以。可以买2张，可以。第一个游戏是刮出两个相同金额就可以获得该奖金。没有，啊、这是什么？刮一个金额，一个金额就直接中该奖。100块。哦，100，哇，你现在600嘞，你现在600了。这是什么？3个相同金额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差一个。哎呀，可惜啊。
最后一个游戏是你的号码对动幸运号码就可以获得该奖金。看起来是没都没有都没有，烂一百块烂，哎呀，可是你现在回六百了，而且加我给你的五百，你现在回一千一了，你亏九百块，亏九百，你差九百，可恶！跟你讲，这个中一千你就赚一百，现赚一百啊！不要说一千啊，我跟你讲，直接赚五百万，两百，有机会哦。哎呀，一百，可恶，可恶！不然我们下次玩大一点，还要玩大一点，一个月的薪水。可以不要吗？我帮你买一本，那你再汇款回来。哎、欸，先不用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多少？三个金块，你看上面是多少钱？一百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还差八百，快啦快啦！我跟你讲，我这边等一下就十五跟十四，有没有嘞？哇，你们现在还没下班，还要留下来刮刮乐。然后昨天春酒钱也不确定会不会回来。对啊，只有你的是没有不见的，你春酒钱还在。对，老板什么烂计划？你看他笑得很开心，刚才我的钱呢？他还要买游戏王的卡。对，我的游戏王的卡有吗？有吗？不是吧？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好啦，所以你总共中了多少？五六七加五五百，一千二，一千二，还行啦，亏八百而已。好了，换我了，好，你可以走了。来，五百万来了，第一个，刮出两个相同金额，两百五百没中，第二个刮出相同金额也没中，好，再来一个相同金额没有，来，注意，一百。中一百了，我还差四百，还好。你有没有发觉好像哪里不太对？我是被坑了。刮出三个相同金额就获得该奖金，我觉得这种都比较好。哎，三百。啊？哦，没有。两个相同金额获得该奖金。哎呀，没有。三种相同符号获得该奖金，没有。幸运号码对中我的号码就中。那应该就这一百。三五三跟五，哎。有三、欸、有三一百，哎、欸、有五一百，两百哎、欸、有两个五，两个五三百，我靠，那这张是五百，哎还有一个三，这张是五百六百五百六百，干爽哎、欸、我还会背一百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被诓了？明天，那下来明天再一次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追踪我的脸书 IG， 小铃铛就不用了啊。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还想要看我拍刮刮乐片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下集面见。哦，终于结束了这个噩梦。Fuck！ 我还要拿去换，现在几点？你可以不用拿去换了，我没差。10:21。哦，不行，来不及。我们直接拍幕后就好。那你拿去换。你顺便帮我拍。好、哦。啊，各位，到隔天啊，我要去换彩券。有够。好啊，刚换完了，1300，我不知道失常了。虽然这一切都是 C 的啦，之后就拿给黑鱼吧，呵呵。